来，大班来了，我去啊，他终于出手了啊，看一下他的表现怎么样。奔驰的 GLE 350，我去，咱老松油啊，浙江过来的大哥啊，这是家里的买菜吃啊，今天开出来越野来了，好了吧，什么情况？ GLE 350，也是火了吗？我去，这熄火了吗？啥情况？林哥关注一下啊，你的要求已经达到了，你的要求就是免费的观众的点赞。对，大奔啊，奔驰也不行，东莞塘厦625，兄弟们啊，这是浙江来的老表，开着家里买菜车就来越野来了啊，奔驰 GLE 350，好家伙，这买菜车平时缺少保养吗？大哥，是啥情况？加不上油啊？这个可以啊，黑屏了，你再重新进来。对，不要松油，兄弟。奔驰 GLE 350，老三发个位置，东莞塘厦625，大哥导航直接就可以过来了。哎呀，这平时买菜这个缺少保养，你说这给整了，这是金华老表是吧，义乌的啊。水车第一次不行就完犊子了，不知道了，咱们看一下啊。我明天就要帮你看啊，火车哥。明天车型不是他这个缺少保养。911，这给整的，我去。对呀、啊，别松油门，大哥。咱们下载一下屏幕下方的懂车帝，都可以查出来他这部车的所有的配置，包括动力、马力、扭矩。非常详细啊，兄弟们，屏幕下方小文车啊，懂车帝。这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你低调点，这是村里的败家子吗？加油游戏，我去，用上夸说了，回家买菜吧。对，别等一会儿菜市场关门了，去。他应该没搞过那个，没搞过越野，应该是第一次，给他个机会。现在不洒水他还上不去啊。回家洗洗睡吧，该买菜买菜去，这等一会儿菜市场关门了，我去。要跑路了，要跑路啊！奔驰跑了，要跑路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国产，拿捏一下奔驰，看一下怎么样？我去啊！这也是买菜车，这么牛逼吗？我去啊！你小子让奔驰以后在社会上还怎么混呀？帅不帅，兄弟们？扣个666。